他跟你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拉着你去？我认识他，他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。圆圆，你小时候的愿望实现了吗？想起来了，大雄。林宰熙，怎么了？你刚去哪儿了？图书馆啊。他呢？教务处啊。不是，我问你俩刚刚干嘛去了？图书馆躲粉丝啊。他跟你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拉着你去？我认识他，他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。小时候的好朋友？哎，班长，跟我说说你俩以前怎么认识的呗。我能不气吗？据说他拉着咱班长跑了大半个校园，完了两人还在图书馆待了那么久。不是，他能跑多快啊？能有我快吗？我一田径校队队长，跑不过。带着班长吧，可能跑得过。早抽啊你！哎，我找着了。找啥了？网友票选新一代最受欢迎男偶像，叶锦熙位列第一。那挺帅。哎，你看他粉丝很多哎，你看小姐姐。这就是一帮小女生，咱班长是谁啊？咱班长一心学习，从不追星。容我提醒你一句啊，老大，人叶锦熙跟班长可是从小就认识，你应该有听说过什么是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吧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来，别走啊！知己知彼。还能百战百胜，看我的吧。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什么叫做不怎么样？我本来是想问韩雅一的，但是我一回到教室，我看到他竟然也对那个叶锦熙崇拜的不行。我一来气我就直接走了。可惜啊，可惜。原本想着你出马肯定靠，结果就摊在一个韩雅一手上。老大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我一定整理好心情，公事公办。看到没，咱们这就叫亲兄弟。老大被班长的事操心，川川又被韩雅一影响。是不是？哎，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老大和川川吵架不出来。做啥呢？老大，听我说，其实还有一个人可以问。谁呀？就怕你不想跟他合作呀。